把辛龙搞得那么红有什么意义？封口令。证实说辛龙是有中乐透啊！哎呦，一个中乐透啊！我看他快中风了吧？那辛龙那时候会开另外一个玩笑，会把事情搞搅和的更大，我都想腰了。他现在突然间哇爆红，那又要接新节目。接拍两三个电影，还有人找他拍电影，叫什么《财神来报道》，财神来报道。我也是很贱啦，现在贱来是你们，现场面我是主持工出的，工作量是一直都有比较常在这个海内外啊这样演出，对，但是就是工作量是有增加，有电影的邀约啊，那也有主持，那内容他们现在都还在保密，所以我也不能。工作量有多，所以对于那个淡水彩券很老板就一直说你有中，有来买，有来买，然后50块就中了。你要去问淡水的彩券行。所以你有去买吗？啊？你有去买吗？我已经被下达那个最高指导官下达封口令了。啊，宪哥嘛，宪哥下了。他现在不理你。我不能讲。封口。